GG 对阵 ZQ 的第二局下半场，圣心医院也是拿出了他们这张地图的一套招牌阵容啊，445的牛仔配合着佣兵前锋祭司，这套阵容的话，四个人都能牵制，而且都能牵制好久。余生选出了一个爱哭鬼的话，相对来说呢，我觉得打的就拼了一点，但是也没什么问题。如果说纯粹想保平的话，爱哭鬼只要带个闪现死追一个人，也是往保平方向也是能打的啊。这边是看一下，他好像是一个风窗加挽留闪现闪到底的爱哭鬼，没有带底牌的，因为他没有狩猎本能。那这个爱哭鬼打的就相对来拼了，上来遇到的是牛仔，紫火一出，看见牛仔的位置，鞭子甩起来，这边火火火先勾勾进板子，往这边板子一下夺火，漂亮。但是这里身位上面一个加速还是能拉近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有机会抽一刀，补了一棵树，板子给你下了。那这样的话牛仔可以翻个板子啊，翻个板子一波加速又往前走了，哎呦，老牛仔了，这老牛仔不太好处理。我感觉每次当445玩到自己的牛仔的时候，他格外的自信，再拉一朵火翻出来打。这边不吃火他得往后退，那这个身位要求就比较高了。前面有没有祭司的洞，有没有洞，好像没有洞，没有洞，这个身位要夺火的话，爱哭鬼闪现已经好了，一个加速拉过来翻一刀没打中，我去，这刀没打中，这刀非常自信的过来没打中。那这样的话这牛仔又有牵制的可能性了，又要勾一下，前面可以勾电机哦，勾了块板子，再一波加速再拉开。天哪，这牛仔还在牵制吗？闪现没机会交，这边再一个加速翻过去，闪现一刀没打中，牛仔445，我勒个神，牛仔的神，再攻，哇，炸裂了。这就不得不说到我刚刚给大家讲到的，就是这套阵容其实选红夫人会更好一点。追，好的，三台电机。那这样的话余生这里虽然说赢面已经很小了，但是呢保平还是有机会的。但是求刃这边的话，由于三台电机修掉的前锋解放双手了，对吧，祭司解放双手了，他们可以安排这个祭司先把洞打好，然后再修机。看一下，因为鸟龙这边如果需要有一个辅助洞的话，救下来佣兵帮忙扛一刀，这个牛仔进医院的这里这个说法就很多很多了。这边一个护臂弹过来拉火躲掉了，救下来没扛住也行。前锋这边先跟祭司拉了一个大洞，开始修，祭司这边管自己修。那这一波没能救下来啊，没能保下来，看下一波，前锋还有一波保人的机会，这里是牛仔直接拉到一个干扰不到任何电机的一个点，看一下爱哭鬼这边会不会交滑板，他不交滑板就就地挂上，就是追求一个保平节奏，因为就地挂上呢就是我挂人快，对吧，我逼你来救，你们两台电机刚开始修，满状态满球前锋，这波救人很关键。看一下拉火拉到了，哎呦我去，这无名火，这波火拉完，求生者想要争胜的话可能就有点辛苦了，因为这个人不太好救了，你让佣兵来救，这电机不够。纸笔来了，哇，这个火，来，拉火，救下来，扛住，帮忙扛，前面有大洞，这一刀怎么说有减速的，打，翻，正射，那边再摸，那佣兵走了，没能保下来，三人在场开门战，这三个人我们盘一下，前锋满球，佣兵这边一个护臂，祭司两个洞，余生的话，刚刚我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天赋应该是没有，他是应该是闪现闪到底的，所以他没有底牌，开门战他没有选择的，他只能是追一个人追到底，但是呢，他开门战有一个闪现，追谁好一点啊？追可能还是追佣兵好一点。追佣兵，因为佣兵道具比较少，这里是穷者既然已经保不下这个牛仔了，那么就选择稳着来，把这个局势慢慢的顺下去。枯草这边先点开一台，哎，这边看清楚你的一个位置，余生这边也是准备慢慢的守电机，慢慢的来盘局势了。这台电机一点就开，枯草这边但是一点伤害都不想吃，想要留更多的道具，留更好的状态来打这个开门战。
这个火躲掉一波球拉，哎，你加速我也加速，我这边进板绕过来等下一朵火的机会再拉一波球，但是这波球的话因为出圈以后有减速，可能还是要吃一刀。祭司的电击一半拉火，哎哟，这个火，这样的话，哎，怎么两台电机都在修？两台电机都在修，现在这电机好像还不太够，要安排佣兵来救。但是刚才因为枯草那台电机没有点开，那么需要就是压死救了，可能。哦，纸笔这边过去把那台电机补了，那可以了，电机够了，电机够了，这样的话电机够了，纸笔这边过来把这台电机补了就行。但是他只有一个护臂，他很难突破这爱哭鬼的防守啊！拉火，没拉住，可以先卡着你这个点。尽量把这个前锋卡过半，闪现的话不能交，闪现的话还是留到开门战再来打吧。来，我们看看这边怎么救人，能不能过半，能不能过半，拉火拉火，救救下来，没看清楚，躲掉了躲掉了，一刀打，点击点亮半球前锋，能不能创造奇迹，有闪现，半球前锋有闪现，一个火就能拉倒，滑板加速，拉火加速，双连加速，翻个板子，这边卡着你，闪现过来拉球走了，前面是地窖，但是这个位置板子给你卡住了，没有球了，没有球了，没有多少球了，应该这样讲。一个火，我等火，我等火，火的 CD 翻板，这里出圈减速，减速拉火，哎呦，队友已经走了，那平局。这一把求生者其实打得很好了，但是余生那朵无名火真是要命了，那一波但凡让前锋来救，只要能把人救下来，前锋死命保，真的有可能能打一个四人在场的开门战，也是这朵火。当然这个牛仔不愧是现在国服第一牛仔，真的厉害。我们稍事休息啊，看双方的下一场比赛。